住院医师真的是口水怎么样？哎，所以他也不知道，对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知道就是知道，所以那个才叫知道，就是知之为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，是我们开始学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忘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帮助记录？你看，我们有时候讲了前面两题，忘了最后一题，所以到时候你去问问题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没有回答第三题，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一定要抢话接，他下去你又问不到，因为在现场，比方说我现在接受你们访问，你们都是我的同业竞争，要是被问到，你被问到，你问我，然后你的问题没有获得解答，你说，那你第三题你可不可以再回答一下？不然你的机会就会被他抢走，你一定要。就是掌握那个话语的那个节奏，就是但是不要打断他，除非他对你非常的没有礼貌，对，对你造成人身攻击，你也不要打断他，因为你录下来，如果他对你有一些不礼貌的方式，你可以保护自己。啊，那但是录影是为了要去攻击别人，而是要为了保护自己，录音录影都是一样。那也是要听到说，在你要放在网络上之前，就是也要去尊重别人的一些权益。大概要问一下那个同意，如果说你们很熟的话，稍微问一下，不然的话就有很多影像著作权，还有一些肖像权的问题。这些，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小朋友，我就叫他小朋友啦。他刚入这一行，然后就是建立信心。比方说，哎，我跟那个自然卷聊天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叫自然卷？因为他刚讲，我知道。哎，很好记，叫自然卷，跟他聊天聊聊。然后我跟自然卷，我跟你讲，刚跟别人讲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秘密，什么灵化眼啊，怎样怎样，他可能剽窃别人的作品。类似这一段，然后你听到之后你就建立了信心。如果你是跑立委，你就问别人，然后你又把它变成你这一期的特刊，然后变成什么封面故事、文章，我去告诉你。但是也有可能，我不否，我不承认，但是你也没有录到音，那我告诉你的时候你没有证据，那你要怎么样去？那个这个东西很微妙，就是我们的聊天千万不要变成你的采访资料，不要建立信心。但是我看到有一个黄镇之前就最近被告，就是因为跟大佬聊天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利用你，还是真的讲实话？还是就是那个原因太多了，所以当公民记者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报道真相，是要保护自己。我觉得就是说保护自己也要，第二件事情就要尊重别人。好，然后第三件事情我要分享的就是寻找你天生的热情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寻找生命中的贵人。生命中的贵人等一下会解答。好，那哎你好你好姐姐，那我们要就接着往接着一起上来。我们刚刚已经。各位同学介绍一分钟，说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对新闻的看法是什么，还有就是喜欢写作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刚刚就讲一下写作的一些重点。当公民记者第一件事情，跟从读下新同学要帮助他进入状况，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？在快速度让别人认识你。对，除了让别人认识你之外，你也要懂得怎么样？保护自己。对，保护自己。然后第二件事情。寻找生命中的贵人。那第三，这是第二。好，第一件事情是懂得要介绍自己，保护自己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懂得尊重别人，哈、他的一些肖像权、著作权，还有话语权，都要懂得。有时候该公开，什么时候不公开，哈、新闻跟隐私跟聊天之间，那个界限非常的，一旦偏掉了就没有了。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，对，因为你要寻找的天赋跟热情，所以我才要问大家，哎，你喜欢写作吗？我发觉东方人非常的客气啊，其实我喜欢，但是我文笔不好，写的东方的西，哎，只有一个人，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们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，哎，怎么又来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是讲好了那个上完课的人在上吗？怎么又来？好，那个我们前一场对他的回答很有趣，所以我会记得他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。在访谈的过程当中，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人，就是可能是他问的问题好，或是他回答的问题好，就是特别，或者他特别烂，然后你也讲得特别烂，所以彼此的印象都会很深刻哈，这个是加强印象。不过他是回答的非常好哈，然后为什么常说他东西都？东方人很客气。东方人很客气。东方人很客气，只有一个怪咖，就是之前会死的淑玲同学哈，那也不是怪咖，但是他就是很有热情。那基本上你喜欢就是不要客气，就是表达出来，就真的是表达出来。所以东方人的客气就是从小到大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被我们的喜欢、我们的兴趣、我们的梦想都习惯被压抑。我们一定要先配合别人。那你想点什么啊？我在吃饭的时候，那现在你想吃什么？来，起来，你先，就这样子。然后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要不要套餐？好好好。
你来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？都是这种个性，有没有？人家问你想吃什么，你不敢讲，其实我想吃披萨，我们不要来这家吃意大利面好吗？就是不好意思说，变成你的，新同学又来了，那不好意思说变成我们的一个，在新闻你可能在问新闻上面的一个限制，就是一个限制，那会变得非常的奇怪。那为什么我今天就改变我过去的一些教学形态？我之前都是站在讲台，以前我会分组，那我现在坐下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又不一样。那现在我脱离麦克风，然后但是等一下我们分组活动的时候，麦克风完全会回到你的身上。我们现在班上目前手机不能上网，走了我也不能上网，不能上。我有 WiFi 才可以。那这里有 WiFi 吗？有，可以分享吗？有爱来分享，是有买网络吃到饱的，可以收开，或者你们会不会开？这里学校有 WiFi， 然后你 WiFi 上不去，我用 Gas 上去，用可以，没关系，手机不能上网，举手，不能，手机不能上网。我知道，下有 WiFi， 有电脑可以上网的就不算，你可以上网对不对？好，那不能上网举手。对，现在一二三，之前太长没办法上。好的，举手让我们找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化学宝宝可以上网。好，那我要这六位同学跟可以上网的同学并一组，因为我们要在网络上查一个讯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位置要不要打勾圈一下？就自己去找有上网的，可以上网的。好，我们一分钟分组完。上网的举手。就是两个人。刚才。